講下咧今個禮拜咧嘅板道新聞啦，咁樣我哋都快啲都係要等翻翻板道，繼續講翻到今個禮拜咧，佢講紫色嘅，紫色嘅團係咩團嚟㗎？係啊，乃木坂 46， 係啊，乃木坂 46， 佢咧今日直頭尋日係啦，出咗新歌啦，我哋咧睇一睇個新聞先。人気グループ乃木坂46が一昨年引退を発表した音楽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小室哲哉さんと初タッグ。今日その新曲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が公開されました。友情がコンセプトの新曲ルート246、作曲と編曲は小室さんが手掛け、作詞は秋元康さんが担当しています。古くからの友人である秋元さんがもう一度音楽に携わる機会を作ってほしいと小室さんに楽曲制作をオファー。悩みに悩んだ小室さんは友人の期待に応えたい一心で今回楽曲を作り上げたといいます。新曲は配信限定シングルとして明日から配信されます。まずは2年ぶりに音楽シーンに復帰した。我哋跳返返嚟先，係啦、今日呢我哋呢講呢乃木坂隻歌，乃木坂隻歌呢、有幾好聽呢，大家啱啱聽咗啦，咁樣係啦。我反而呢其實都有少少講關於呢乃木坂出新歌唔係一個重點啊，係小失邊個幫手寫隻歌，邊個幫手寫先至係重點啊。其實呢講緊呢話呢係小失志哉復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單新聞。其實呢小失志哉呢喺兩年前呢18年嗰陣時呢，佢曾經宣因為醜聞啦，佢宣布咗呢其實佢係退出樂壇嘅，係啦。咁呢就退出樂壇，我想講佢今年61歲㗎啦，係即係佢59歲退出樂壇。咁就呢、這個咧位咧，對於我不如講啦，小室哲哉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好聽日本音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 signature 嚟，好殿堂級嘅。係啊，我估我中學嗰段時期咧，其實小室家族咧係勁抽㗎。咁勁抽到佢連香港都有啦，咁你睇曬無線喎，係啦，例如我想講咧，唔好即係佢有啲好紅嘅，即係group 啦、TRF 啦，其實咧濱崎步初頭嘅都係佢做，係啊，咁咧就咧佢其實佢教曉我，或者佢甚至講教曉咗日本人咧聽 EDM，聽啲電子音樂，係啊，咁咧當然啦，佢去到佢最紅嘅時代係講緊10年前啦，咁樣咁咧就，但係因為開始慢慢咁有新浪，咁佢又開始好似變得過氣啦，咁亦都咧因為佢使錢使得唔好，呃人嗰度啦，咁就同埋就因為個老婆個醜聞啦，咁樣咁咧就佢有嬲得滯咧，嗰陣時咧係話佢退出嘅，咁個退出嘅個嗰陣時最勁抽嘅地方咧就係、是，哎呀，可能有部分移除啦。是啊，好驚啊。我哋有冇停低咗呢？冇停低。暫時仲喺度。係啦，咁呢就有機會呢，因為咁呢，佢最癲嘅地方，佢退出嘅時候呢，嗰時呢佢中間有啲音樂嘅節目㗎。係啊，佢嗰時做下一半嘅節目退出咗。都唔知點算。即到時直接宣布退出，即係嗰段時間。係啦，冇錯。咁所以呢去到後面呢，咦，我咪斷咗啊。有冇斷到啊？冇斷到，冇理咗，繼續講先啦。係啦，咁咧就咧，因為咁咧，令到咧，唔知點，即其實咧，呢一個位咧係抽完康，我估嗰陣時咧，同小室哲哉咧，其實佢哋夾啦，互相令到件事復出，係一個頭炮啦，做翻大嘅人氣啦，各有各拉拔一啲人氣啊。冇錯，咁而呢一個位咧，令到小室再翻出嚟咧，係緊要㗎。是紧要的。咁呢就小室呢其中一个呢重点呢就係、是、呢佢啲歌呢其实成日都会个节奏系重复。其实佢方便你跳舞嘛。係舞曲嚟嘅。咁所以呢其实譬如今次呢你剛才听到呢佢四句里面个主旋律里面呢都系不断喺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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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其实佢好鍾意咁样嘅。咁跟住就或者就啦啦啦啦啦啦咁样嘅。係啦，咁就非常之配合返
齋能飛鳥啦，啲歌都係咁，全部啲歌都係咁。咁咧就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再聽下啦。咁啊呢個咧係我哋咧今個禮拜咧板道新聞裏面最有覺得最突然間最爆嘅一件事啦。